很特别的东西，台湾甜品，这在便利商店就买得到了。我看，珍珠奶茶和凤梨酥，对，是不是很酷？所以它是混合的吗？不知道，我觉得它应该有口味分开。酷啊酷啊！而且它是硬的哎，所以它是牛奶糖，对，后面有写乳糖。我们来打开喽。喂，它的包装超可爱的，真的好少女哦！而且还是珍珠奶茶，而且就是就是珍珠奶茶，这种感觉就是应该要就是 po 上 IG 的那种，对，就是很适合拍的漂亮少女。珍珠奶茶变成牛奶糖，凤梨酥变成牛奶糖，赞哦！它这边好像饮料图哎，你看，这是珍珠奶茶的图。它就是凤梨，黄色的，你的整块黄色凤梨酥哎，凤梨酥好像比较特别，这应该就是牛奶糖的味道，哎，它就是珍珠奶茶，但它没有珍珠在上面，哎，如果还有珍珠在上面，一定超好吃，一定很酷，好，我要吃哦，因为它完完全全就是凤梨酥的味道，我知道为什么它叫珍珠奶茶了。你看，它里面有黑糖哎，好酷哦！而且真的是珍珠奶茶味道，好好吃哦！好久没有吃珍珠奶茶，我这个也真的是凤梨酥的味道，而且它里面有点做脆脆的，就很像我们凤梨酥外面那一层酥脆的皮，好好吃哦！哎、欸，这真的很好吃哎，我觉得比很多外面凤梨酥，我今天好开心哦，我可以喝到珍珠奶茶。你知道珍珠奶茶热量多高？哎、欸，它不止一个哎，它还有两个，好吃哎、嗯，好吃，赞赞 ，good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互换，我要吃凤梨酥，然后我吃珍珠奶茶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很好吃哎，好喝，好喝，好喝，好吃，脆脆的好吃，真的好好吃哦。我跟你说，它有芒果味道，是我问题吗？没有啊，你闻闻看，它这真的是凤梨酥的味道，凤梨酥闻起来味道就这个，相信我，我吃过超多凤梨酥，好好吃的，我要口干。我觉得珍珠奶茶也很好吃，超可爱，而且它中间的黑糖是有点 QQ 的，好吃好吃。这个是我们在便利商店买的，想吃的话可以去找找看哦。那我们吃货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